挑衅你的那个。菜鸟，热弯最快的街头车手，只能是我。等会儿的比赛，我要你好看。臭，不得脸臭！真是扫兴。明天再战，你小子输定了。比赛终止，大家快上车，注意安全。别愣着了，走，出发，我来带路。发现违规街头仔，立刻扣押他们的车辆。是追击队，他们专门扣押街头车手。用你的速度征服这座城市吧。刚才的飞车有两下子吗？开玩笑，有一天整个热湾都会记住你的名字。晚点呢，会把你的视频传到轰鸣之心频道。我的听众们都知道，热弯街头赛来了车技超强的新人。之后细聊，先。福克斯 RS 运动街头组的性能钢炮，
听着声浪就知道他脾气不小。快试车吧，好车手无论开什么车都能拿第一。留意看地面的标记。哦，你的漂移不只有速度，还有技术。在合适的区域里漂移，过弯会更快。要出弯了，用弹射技巧冲出去。你很上道嘛，以后每个弯都别错过这招。每个街头车手都有点绝技在身上。C 级就在热湾职业赛车联盟体育馆里，每位车神都是从这里起步。开始比赛了，我帮你暖好胎了。第一场排位赛，可不要紧张。
了。